因为事情啊，那个刘章宇他们，反正也是我的事情，我核心是你这样子的。但我身边啊，大概有些话在这里面，我也知道江工所已经寻黄姐的罪，告他，等等的法律途径，但是希望你说能够尽快的把它处理。是不是可以配合我们精神科医来强制的去处理呢？因为多待一天呢，多一份的困难。那乡民啊，已经够困难的，这样就，所以呢，是希望能尽快的把它处理，配合警察局，把它清理。谢谢大家。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，今年吵吵闹闹了好多个月。他对部落的影响真的很大，尤其是我看到的是对部落的一个小孩子的安全，还有就是社会的风气。他的衣服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不要讲衣服了，讲他的字就已经违反到我们的文化。我们跟他要打，我也是被他破坏了。这个人到底这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也不清楚。哦，他还有擅自对部落族人做人事都所有的摄照相对不对？摄照相，消费什么？消费我们的文化利益。哦，他就是喜欢人家去点他的赞，是不是点赞？点多一点赞就有怎么样的回馈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造吼，而且非法侵入入侵校园，这个是今天陈医师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也会请检察机关这边来协助了解一下。而且他随意堆放杂物在我们公共场所也是一种公害。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很了解。那现在哦，其实我们的部分法有它还是有法的规定，那我们今天也有问过我们的律师了，我们也只有发文给那个分局，由分局这里可能去了解整个事情缘末了之后，这个设置一个行动箱，这里本来就不该是他应该在的地方。我看干脆我把这栋房子就交给部落管理中心，是这里，你就每天来管理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就你来认养嘛，一个协会来认养没关系啊。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在解决的东西，而且要当下要解决的东西，为什么？这个东西我想请问你，这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可以说做主事，马上做主事的东西？而且也不在我们的村里，也不涉及在我们的附属村里面，而且他们来也涉及到回及到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东西，而且有200多东西都是在那边啊，是不是涉及又侮辱到我们祖宗？真的实在是，你们看得下去我房子吗？我们村里看得下去吗？我请问你们看得下去吗？对，要不要这样？我不太请问，他们村里是敢怒不敢言，就是说各自有了各自一起极力我们的村民，把这种做一体的服务。下山的时候，那个陈医师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那处理陈医师的事情之后，那一天我们的初干事的政改员，他就拿他们的证，其实他已经未经过他人的同意嘛，你随便这去拍照，这边有就没有交上去。哎呀，那好，那我来跟他讲，然后那个是我们初干事的是公平的，那。那天早上，那我们还有科长他们跑去那个什么开水。但是上，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有那个什么管理药品，使用的管理药品。
那后来我跟这个甘水林，我后来在讨论，其实如果说我们遇到困难，以实施药品这部分，都十个到都是三组。那三组这边我们去处置，那我们也我们也听到我们七个问题三组给的一些答案。那我记得呢，这个公害问题有一些上去，第一现在的受害者。下一次受害者是谁？倒不如尽快把这个人赶出我们的目标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警察有必要不辛苦吗？然后我们在这边开会，那已经跟他讲，这个地方我们在开会，又经过我们规定，你到时候你是要把这个拍照的，跟他讲的很清楚，他还是一样的，有点远。其实。人家讲你这个对我其实真的不欢迎他，他请他离开啊，他是这样子啊，让我们现在部落但是动不动的声音就是请他赶快离开，我们现在必须的关键核心是不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在你这边积极的把这个大家离开这个部落？你们要把你们的部落共识拿出来。我们自己公务员没有执着我们自己的管道在进行，当然这个不是说马上就有效啊。你看我警察机关这里也都很了解状况了，好不好？还要再补充吗？好，我们主席先补充一下。那个商量。